这么一个小东西竟然是一张自动充气床，打开开关不到60秒就能充满，300斤的承重，坐两个人一点问题都没有，人体工学设计，还可以边享受边充电，这种感觉是不是很嗨啊？打开放气孔轻松放气，收起来都不到1000克，哪里都能塞得下。它的轻便可不止户外休闲，办公午休加班想睡就睡，病房陪床排队收放自如不占地儿，更是孩子蹦蹦跳跳的小乐园，这不就是你一到户外就想要的东西吗？